在2024年抛出六盘龙加成的 Crazy 和沙币打暗影模式是种什么体验？可能胜利，强袭，一上入手。哭哭就是一顿全地图子弹覆盖，子弹又多又吵不到队友，属实快乐。再次布置，单队计划，求胜列赛。我们玩的感染模式，被打掉就会复活在另一边，然后切出沙币接着爽，属于是拿金招的剑斩前朝的关了。贴墙边一个小绕口，双杀拿下。这小子聪明之道卡角落，我们多绕一绕，露一下呼吸，迷惑他一下。不是哥们，摇起来了。让一让，别挡我报仇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爆炸吧！老远就听见有人拿个 RPK 突突，这不纯纯自己？就剩我和两个猴头哥了，局势属实有点焦灼。我超怎么突然好多人？大嘴巴子狗刺臭皮鞋，我猴哥哪受过这罪？